我们现在拨通货到付款的老板的，看他怎么说。开始 calling。喂，您好。你好。就是你的手机我已经收到了，但是这没法充电，也没法开机，整体来说有点像模型机。我看那七天无理由，能退款吗？我们的手机是工厂直销的，你要先签收，以后我们给你远程解锁后，你才能正常充电使用。那关键是我现在已经签收了呀，你能帮我解锁吗？你现在已经签收了吗？是的，我已经签收了。我操，看一下是不是不小心挂断了，我们再打一个看看。接通了。您好，您拨叫的用户正忙。我操，不知道是不是他不小心挂断了，我们再打一个试一下。我都慌了，现在您好，您拨叫的用户已关。完了，请您稍后再拨。OK， 事情的开头与结尾也就这样，如果你也贪便宜，相信结果会绝对和我一样。货到付款呢，骗子他会以各种理由让你签收他的快递，一旦签收马上拉黑。这个视频呢，只想告诉更多的老铁女粉丝，所谓一千多两千多这种买11 Polo 或者 Max 几乎都不可能。与市场偏离价格差太多的机器你想买到的话，那也通通都是骗局。买任何东西都要参考市场行情，特别是二手，便宜没好货。我是小五，关注我，帮你找机不迷路。下期节目花腔美的正品手机到底有多便宜。